主打的是绿色。我特别不喜欢女孩子涂美甲，我喜欢女孩子手干干净净的。这个是你穿的，因为我觉得美甲做多的话，有些女孩子那个指甲就会变得很薄。很有道理，对身体特别的不好。我穿一下，皮悠悠就像这个哆啦 A 梦一样无所不能。希望皮悠悠和一涵的生活像彩虹一样灿烂和美好。哪个是猫眼？哪个是雷射？这是猫眼。No， 这是猫眼。哇哦，学到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，为什么这个叫猫眼？这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，它就是猫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